兄弟们，现在出发了啊！都已经走半路了，走半路了。手机一百多个啊，手机一百多个都有啊，里面都是满满的手机啊，都在里面。食物吃的。高速路上啊，不堵车，今天。汇报一下，已经顺利平安的到达农村了。走的时候有一些机器没来得及拿，我让人家帮我发了快递，有20台，结果我到农村了。快递也到农村了，你们天津快递慢，我觉得挺快的呀，这已经很牛了呀。这还是在我一路畅通、全程没有堵车的情况下，我竟然和快递同时到达。就在我高速开车的路上，收到一条消息，说显示解锁成功，呀，想着我能赚钱了，结果一算。没有卡槽的7000多卖给谁？我后悔啊！我好后悔！我为什么要手贱给他解锁？我花了2000多，本来是5200拿的，我挣100块钱还能卖5300，结果我花了2200解锁，现在7400我卖给谁？一台15PM 无锁而没有卡槽的，卖给谁？